开口，纯净又嘹亮的嗓音。这群孩子来自玉山山路各部落，首度移师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到场。穿着传统服饰的原声童声合唱团带来多首经典歌曲，美妙的乐曲让台下观众也跟着节奏鼓掌伴奏，听得如痴如醉。最佳原住民语歌手伍思爱演出表演开始前，市长谢国梁特别到后台和乐团指挥马彼得校长会面，也向团员们加油打气。所以基隆能够邀请他们来，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基隆的金曲奖的基隆出身的原住民歌手伍思爱也共同的来参加，我们觉得非常棒。我想我们会办更多的音乐会、演唱会，也会邀请更多的孩子，不管是各个族群，我们都会有更多好的表演在基隆。副市长邱佩玲全程出席，也到后台和原声合唱团小朋友来个相见欢。真的长大了，好在话还可以如实，因为我一来就认出他们。很感动啊，他是我画作的，等于是我的模特儿一样，然后还是一样纯真，还是一样可爱。合唱团小朋友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基隆，市政府帮小朋友们安排了一趟基隆之旅，将走访正滨渔港彩色屋、基隆和平岛桥头候车亭和和平岛地质公园。很期待，因为都没有来过，成立15年、16年都没有来过。有看过海吗？之前有看过，可是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游艇。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他们过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基隆。那听说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很兴奋。那我们觉得基隆也难得有这么好的表演团体可以来到基隆，那最主要是我们有原住民的活动，很希望跟原住民的活动，包括伍思爱也得了金曲奖，可以合在一起，让基隆的市民有不一样的感受。这群孩子在部落里面是大概都是来自于比较弱势的家庭，其实我们是照顾他们的生活，照顾他们的教育，那对我们来讲合唱只是一个教育方法，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透过教育，让教育有机会翻转他们的未来。这场音乐会是基隆有史以来最大的原民音乐盛典，市政府邀请了基隆弱势孩童、阿美族民众与购票做公益的民众，共同享受美好的音乐飨宴。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